会飞的气球在你的大拇指上面，然后我在你的左手手掌放了一个水桶，感觉到你的左手是很重很重，气球越飞越高，水桶越来越重，好，非常的好。现在你可以打开眼睛看看你的双手，闭上眼睛做一个深呼吸，现在你可以360度转两个圆圈，转到不能转地方，然后做一个深呼吸，很快的你就会进入一个很好很棒的睡眠状态，你的身心灵都会变得更加的健康，非常的好。现在那个宇宙能量的白光，睁开眼睛醒过来。